连三回锅切得大，黑手嘴巴装不下。哎，来，带你看看这新农村啊，你看我看，平时啊，你在城头啊，呼吸的空气啊，没那儿好，今儿带你来这儿来，好好生生的来喝那点的西北风。走，西北风喝够了，我们还是去吃正宗的连山回锅肉，感受下他们当地人吃的连山回锅肉是啷个样子。快，不然搞不到了。三位，哎。我来只来干三件事情：吃回锅肉，小份。那你给啷个看哟？我一般吃大份，晓得吧？大份十片哈，小份几片嘛？小份六片。那能够给我炒个小份，炒个大份，那能够整个麻婆豆腐，这是大份的哈。哎，就大份。哦，来，看，哎呀，那个连山回锅肉底下哈，看到没得？灯盏锅，哎呀，爆起卷的，舒服烂了哦。那个回锅肉。说得很凶啊，好不好吃我告了才晓得哈。好的，我快拿片了哈，全部都是大片片的什么标准的二道肉啊。看到这个视频你想艾特什么？我告诉你嘛，就那个回锅肉哈，那个味道绝对是炒得非常正的哈。哎，啥子啥子，我晓得还炒得800元。嗯，哎，非常好吃。来，你也尝尝那个饼，哎，那个背的真的舒服。但是吃不来背的哈，可能女娃的话，可能一块就打闷了，啊。看我煮肉丝豆腐，我特别喜欢。哇，麻婆豆腐。我讲他那个麻婆豆腐哈，他用的是那种老豆腐，淡水味特别重。来，回锅肉盖饭喽，啊，哎，回锅肉盖在高头，然后蒜苗正香，然后把那个回锅肉那个油淋在那个饭苗头。来，今儿就简简单单吃个连山大刀回锅肉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哇，嗯。连三回锅切得大，黑手嘴巴装不下。嗯，我要了，我给老板弄，我抓肥的把那个瘦的给我切了开了，好吧？肥的是肉啊，那瘦的它是不是有点柴啊？因为它抱起转，它必须那个瘦的才脱水。哎，为什么这个回锅肉是川菜啊？川菜第一菜是回锅肉，为啥子？它是用的最普通的食材，炒出了最好的味道，晓不晓得？它特别的下饭，而且在过去那个年代，你想嘛，人们好缺油吃嘛，所以说只有吃回锅肉，那个猪肉，它只有油脂啊，你吃了才不能够炒。那个你给我看嘛，那个肥大片，吃了，它解潮的嘛，晓得嘛？现在人说不到都是利，因为好的吃多了，他不像以前那个年代，晓得嘛？他是吃不到。现在哪个吃那个肥大块嘛？是不是？我也看了，不是那个回锅肉做得不好，他的味型、选材各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。但是你要说那个有好霸道，它都是一种传统家常菜，每家每户都炒得出来。所以说你们还是给那个连山回锅肉点下赞，让那些老传统的川菜活下去。哎，那回锅肉真的。你找一下，找一下，中国的心，川渝的味儿，地道，川菜味儿，晓得吧？先走连山吧，我就请你了噻。想得出来不？不行没？下次走重庆去请我。不行，我讲那粉丝要谈好多钱，谢谢了，习近平了，好吧？非要请我买单，我说不能。我跟你讲，回锅肉最经典的不是现炒现吃，是回了锅才最霸道。把那两份喊到盖锅来炒哈，因为有点冷了。热一下，他们热，我装一份儿就是。好，谢谢你哈，饭锅等你了，哎呀，现在才正式开始哎，来回锅回锅，必须回锅，这，嗯，我那个爸爸香肠了，嗯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回锅肉10块钱一片，真的是炒得非常好，总共消费238元。